不起，放错了，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越剧来宇哲。现在呢，就是即将我们要一起跨过2019到2020，然后今天我来大悦城参加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就是呢，主要是跟一个我最喜欢的小动物。今天我把谁带来呢？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看呀，助手帮你。看这个小眼睛，两个小眼睛，我们的月饼，今天到现场了，他等会呢要上台。他现在好像一副不紧张的样子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上台会是什么样子。第一次，对，今天他第一次被带出门，然后他最近也吃了不少，希望因为他吃了不少，所以也没有让他穿太厚的什么外套跟衣服，相信他有一个天然的一个脂肪可以为他抵挡这个外面的天气。那我们等会看一下我今天到底要干什么的，等会上台看。现在看一下时间，已经来到了几点钟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我们看一下时间，已经来到了59分，那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其实一分钟的时间不到了，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，和我们的 AJ 小哥哥还有妮亚小姐姐一起做好准备，我们要一起十个数倒计时迎接美好的2020年了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也请我们大兵老师也一起做好准备。提醒大家呢，在喊出我们最后新年快乐的时候，一定要在心中默念，把更多的祝福送到我们的家人和朋友。预备，来，准备，现场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目光聚焦大屏幕，准备十个数倒计时，10、9。Person pray.
神会。谢谢你们2019的陪伴，然后2020我们一起往下走下去。